个是民间电台的物资交换中心啊，多谢很多市民是慷慨捐出一些物资给有需要的市民是免费埋来索取的。祈求民主与自由，万世都不朽，我愿荣光归香港。香港人，香港，香港人，香港，香港人，香港，所有有良知、有良心的香港人都应该上街反抗，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区政府没有良心之余眼盲耳聋的特首林郑，是她令到我们由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到十月都要上街，为的就是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今天我们特别上街谴责暴政、谴责黑警，在十月一号开了六枪真枪实止暴制乱，解散警队，止暴制乱，解散警队，止暴制乱，解散警队，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没有暴徒，只有暴政。市民资讯权、新闻资讯自由同埋营商自由合法管治。